司仪宣读祭祀流程，礼生持香炉，迎灵请神仪式，由董事长廖武志担任正献官，向保生大帝行敬献礼。合唱团搭配国乐演奏，唱诵保生大帝灵应赞，表达虔诚敬意。农历三月十五号是保生大帝圣诞，大龙峒保安宫遵循古礼，举办隆重庄严三献礼。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场上香祈福。上香。赖清德诚心祝祷，结束后也不忘和参礼人员合照，因为要看到如此规模的神明祭典，只有在台北保安宫看得到。除了有志工担任礼生，还有大龙国小的义务表演，16位义生在正殿翩然起舞，动作整齐划一。早期的祭孔大典也源自于此。有的人以为，我们是抄袭孔庙，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孔庙的时代哈，孔子圣诞的祭典也在保安宫。所以同样这一套的一个祭典的这个仪轨啊，所以，在台湾这个南北啊，只有在保安宫看得到。保生文化祭保留传统，举办燕王祭、放火狮和三献礼，重现过去神明庆典的隆重仪式，感谢保生大帝庇佑，同时延续文化传承的使命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